妈，我马上就去医院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妈，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妈，救命啊！这在哪里啊？手好痛啊！我被绑架了！醒了？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绑架我？你快松开我！放开你也行。宋安强，我给了你五天时间解除婚约，可今天是第六天了。什么婚约啊？五天前？啊，你就是给我发短信的那个神经病。宋安强，我不管你用什么阴谋诡计让他逼我跟你结婚，但现在你最好主动去找他，解除我跟你的婚约。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笑了。我都不认识你是谁，我怎么和你解除婚约啊？而且你绑架我是犯法的。是别人把你绑了扔到我家门口，我好心把你送进来的。那你快帮我解开绳子，要不然我报警了。欲擒故纵，你就只有这点手段。既然我们签了合约，我想对你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。如果错了，你就会……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和你有婚约。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了，我一定和你解除婚约。已经晚了。